植物。好，它结成果子之后，那个果子表面会有一层白白的结晶，咸不咸？弄起来这样咸不咸？哈，那就把它刮下来，可以去炒菜。好，因为它山里面没有海边嘛，对不对？不能用海水晒盐，那就找这一棵叫做罗氏盐父木来做料理。好，它每次去打猎都很多天嘛。好，比如说他们就去用这个去泡水，怎么样呢？反正咸不咸的水比较能够保存体力。